好，我用连续慢动作。哎，超级慢动作测试。来。哎，等一下。你要按超级慢动作。对，超级慢动作。所以你要让我先回到前面那个吗？还是我就这样就好了？你就直接录吧。好，来。对，录一下，超级慢动作。按一下按钮就可以了。好，看一下结果。